号外号外，大力钻更新来咯，1.2 版大改版，探索门派经营玩法 DLC。 除了 1.2 版的更新内容， DLC 内容是一统江湖，扮演四个门派的掌门，透过征服其他门派最终统一江湖。 DLC 对本体的玩法没有任何影响，这样看起来像是独立的小游戏，蛮值得期待的。除了 DLC 之外，工作室还会尝试其他形式的 DLC 开发，更正式的 DLC 2扩充包已经在规划中了。 DLC 部分是之后的规划，我们现在讲讲6月25的改版内容。开放东南地区，西南部万兽山庄危机解除后，返回中原，却看到人们用异样眼光看我。据传我到处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。调查后发现，应该是柴王的手笔。柴王如日中天，广交江湖人士，如今大寿将至，各路人马前去贺寿。新增调整许多伙伴事件，感觉应该是要更完善人物，或者让伙伴的故事有逻辑并前后呼应。新增大理石事件分支以及后续调整阉割型的事件，以下为详细内容。新增场景凤凰港、梅关驿、万竹溪。新增东南地区事件和其他伙伴的相关事件。新增可要的伙伴廖月龙。新增宠物千里马、赤狐。新增盘龙剑、黑渊。新增内功未了、绝毒残篇。新增成就奇高一柱。组成及门派小地图重要地点增加自动寻路系统，其他就是一些调整及优化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。这次真的是大改版的，增加超多内容的，之后有更新会再分享相关的攻略及故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加开小铃铛。我是小峰，我们下次见。